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啊，每个星期六下午的3点啊，都会在台湾雷藏寺，就是草屯虎山路台湾雷藏寺，每一次都有法会，而且每一次都是万人以上啊，万人以上。所以我也是在做就是公益事业啊，也是在帮助国家，因为很多人从世界各地来啊，每一次都有万人啊，万人从世界各地到台湾来，促进台湾的观光事业跟促进台湾的经济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啊，我们曾国忠的弟子知道的，但是上面不知道，上面不知道啊，要讲给上面听呐、啊。对不对？记者写太少了，对啦，就是媒体拢也无报咧，因为哦，因为哦，安尼佫袂使讲啊。近在不言中。对啦，如果是有20个人的法会哈、哦，他有时候他也会报啦。我们万人的法会，他不会报的。这瞎嗨啊！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啦。是，你懂的。这只是这样，但是。不可说之说啦。